欢迎收看频道 D 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古装男神配红衣，成意邪魅；肖战、龚俊帅出天际，邓伦妖艳十足。观众在看古装剧时，往往会忽略剧情，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颜值和服装造型上。所以说，一部成功的作品，不仅要有流量演员助阵。 而且还要有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王牌造型师。大家都知道，古装剧中女演员服饰都以纯单色为主。今天，草儿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古装男神们的红衣配，可以说各有各的味道。不知道谁才是你的心头爱呢？肖战同学的流量非常高，一出道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他凭借着阳光帅气的外表和炸裂的演技，征服了很多观众。在《陈情令》中，肖战一袭黑红配出场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花痴粉丝赞美道：“战战身穿红色贴身内衣都能帅出新天际。”《陈情令》后，龚俊主演的《山河令》也成了今年的大爆款。他凭借优越的外在条件疯狂吸粉，身穿素衣时，妥妥的一位温大善人；当他换上中国红后，清丽脱俗的气质中还略带了一丝霸气感，加上这逆天的高颜值，像极了漫画男友。说起杨洋,洋，大家都不陌生了。他第一次穿红色古装的时候是在《红楼梦》中。 当时还是未成年，他可是从小帅到大的男艺人啊、呃！杨洋,洋的流量很高，但作品收视率一般。自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后，杨洋人气暴增，古装剧中身穿红衣，看上去十分惊艳。邓伦的颜值称不上绝顶帅气，但却能轻松驾驭古装造型。他在《楚乔传》中扮演风流妩媚、妖里妖气的萧策，身穿红色古装，颜值爆表，目测气场直接碾压男主宇文玥，真是越看越上头。 成毅的红衣古装造型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，在《琉璃》中穿了三次婚服，妖化后的服饰基本都以红色为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成毅的红衣造型太帅了，尤其是吐血的画面，那种美感真是令人心动。除了这几位帅男，罗云熙、李易峰的红衣装也是人间一绝。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位呢？欢迎讨论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欢颜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、加关注哦！谢谢大家。